头顶法常的困扰，旅行生活纪事。我跟你讲，真的好吃，饱饭里面你就不要去想，是啊，你吃一口你就会爱上的，好不好？实况转播 ，live， 真的啦，你不要有心理压力。就是看到了才会有心理，你就这样吃看，我会帮你单独做这一部影片的。哎，我都，你这个吃下去了吗？没有了，还放在这边，还注意嚼。我帮你弄碎，对，对，没有很新的，真的就没什么味道，你试看。你要会吃不出来它的那个感觉，口感呢？来，加一颗，太恐怖了。没什么，真的很好吃。还要加一颗，加加加，加看饱吃。等一下吃进去之后要讲那个感觉。都是黄瓜味，都是黄瓜味。那你要不要再吃一口？黄瓜比较好吃。